地球现在大概什么时候能上映？拍摄进度怎么样？正在筹备呢，正筹备。那个2027年大年初，已经公布了。啊，那个吴京他还会是主演？在的。不知道有关注这个嫦娥六号这个月壤回来了，你有关注吗？有关注。我觉得那个不光是中国航天史，也是世界航天史的一个骄傲。对，我觉得第一次人类可以触及到月之暗面，然后能够在那儿采集到新的月壤回来，而且是大量的一个采集，其实是跨越时间跟空间维度的情况下，我觉得都是要去遵循这个理念，遵循这个原则。包括刚才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问100年之后的中国跟美国会是什么样的，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我是80后，我都不知道90后他们在想什么，90后也不知道00后在想什么。我儿子是10后，你看他都已经不跟我沟通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发现，一些准则、一些原则、一些判断的标准会变得非常重要。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不同，会有不同的认知，但是这些原则，包括刚才提到的，在传统文化中可以汲取的营养，可以帮我们去有标准的去判断，这个比较重要。